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射。今天的话呢，又到了我们出外景的时间了。今天是1月2号，先跟大家说2022年元旦快乐。这一次我们就拍 cosplay 的主题。那今天的 model 的话，之前上几个月吧，在我们节目有出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伊。那很荣幸今天被胡福骑射邀请来拍摄他的影片。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cosplay， 那我踏入 cosplay 大概是1年的时间。那今天 cos 的角色是《鬼灭之刃》的甘露寺蜜梨。那希望今天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喜欢，谢谢。那个身为这次活动最输的一个，是第一个开始。那我预计是要在里面那边录，那我们就先人带过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海，我是跟那个胡福大师那个同事，哎，之前是跟他一起拍 cos 认识的。啊，我最主要拍摄是风景跟一些玩具。啊，不过因为最近跟他一起拍，所以 cos 也都有拍。然后最主要使用器材是 Sony 的99跟那个 HN3。希望今天也可以拍出不错的照片。好吧，那今天我就是第二个了啊，那我到街上去吧，好吧。然后 cosplay 的话，其实我自己1999年的时候我也有玩过2年的 cos， 然后这几年又回来拍。那目前的话，我主要拍摄的照片还是确实是以 cosplay 居多了啊。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《鬼灭之刃》是刚好它第二季的番又还在热映当中。那我们也稍微跟风一下，稍微跟风一下。摄影好，登登，然后我们就先走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登登，然后我是原本是 coser， 后来转成摄影，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吧。然后目前，主要拍摄的其实很多样化，就是基本上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都拍，不限于说人像摄影的部分。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嗯，好。嗯，好了。OK。好 ，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易华，也这次第二次录影，也是他们第四顺位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那我们会走一个不一样的位置。就 OK。我今天要用的镜头跟上次又不一样，它是90微距。那90这个焦段通常是拿来拍模型静物，可是拍人像其实是蛮挑战的一个部分。那今天也想让各位观众看看，就是不同的镜头有不同的表现，因为今天四个摄影大家用的镜头其实都不太一样。
我会喜欢那粉红色的色系，我会找一些绿色背景。那我不知道它这边跨了过去跨不跨，它常会现在会变成一个透明的状态，然后我会在这个背光的状态下拖一两级的补光，让它稍微过。今天因为大家都没有拍过 CP， 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几个一脸紧张，然后要看一下女色怎么发挥啊。大概坐在这边，坐在这边，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就并肩坐着，大概这边。大概这样子的位置吧，对，然后可以出来一点，然后大概往这个面向，可以，然后你们近一点，好，哦，辛苦你咯，天哪，好赶哦。然后我今天抽到第二个，那我跟刚刚的一号的女色借了她的相机，这个要给小八那张道具，请你小心拿着。对，因为我后来灵机一动，应该拍一个会帮女朋友照相的男朋友，听起来有没有很赞？对不对？好，你对虎口哈，虎口就习惯性的把它给夹住，好，然后轻轻往下放就可以了，先往下放，来往后退。手可以放开，不要那么如胶似漆啊！然后我们瞬间光都不见了呢。我再离开一下，我靠！小八呢？坐这边，你大概坐在这个地方，坐着哦。然后有点在看刚刚的照片的感觉。然后蜜莉，你过来在这边。对，你大概带着你就是跟他一起看看照片的样子，好吗？呀呀呀！小八呢？这个动作。那动作很酷呢、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现在是一个没有光线的摄影，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我们这边请亮的，是一个很没光线的位置，不过就试着了，看一下。男人可以坐这个位置啊，我看一下。男人。对对，就是。男人坐的。比较我们像扒着你的男人的那种感觉，那个做出来吗？还是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阳刚，然后那种扒下，另外一个是这样子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可能手这样子搭上他，就很大胆的搭上他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看着男的就可以了。没有没有，男人就可以看你的正前方，或者然后就比较霸气。没有不看他啦，就是你可以在头在正中间一点。好，一二三。三位，这次最后一段失去光的摄影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失去光的摄影，我们也要先从这个玻璃这边。失去光的摄
你好，我们现在录的这位是失去光的摄影。哎呦！一二，一二，看。原来失去光的摄影师就是你。这失去光的摄影师。来，一二，三。哎，这边再来一张好了。一二，我就没有在说你错了。最后居然有什么叛徒？什么叛徒？武功救了最后一个人。